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倒数第四行，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独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经开三分，我们也把它省略掉啊。这个过去讲过很多，大家都很熟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经文里面学习的是哪些？这是这一会我们特别着重之处。佛经一开端，总有“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的含义非常深，非常广，实实在在说之不尽。什么叫做如是？古无大德给我们说明的最简单的说法，如是之经是我亲自闻佛所说，这个是最简单的讲法。我是谁呢？阿难尊者自称。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并没有记录，跟中国孔老夫子当年在世讲学一样的。佛灭度之后，他的弟子们、学生们觉得老师一生所说的对于一切众生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让所说的就在这一代当中就淹没了，不能再传下去，那多么可惜呢。所以学生们呢开会来讨论怎样把佛所说的这一切经流传永远，于是才有集结这个做法。那么在集结经藏的时候，完全要依靠当时人的记忆。注意晓得佛说法49年了，现在有哪一个人49年所讲的东西你能够记得住？尤其是49年前讲的经你还能记得吗？恐怕在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一个人了，别说49年，9年前讲的东西恐怕你都忘得干干净净了，都记不住了。那么好在佛弟子当中这个记忆能力特别强的阿难尊者，阿难确实这个能力很殊胜，听一遍之后永远就不会忘记，所以这个集结经藏呢，大家就推选阿难出来复讲。
把世尊一生所讲的经呢重复再说一遍，就好像我们现在复小作一样，复讲一遍。听众呢都是这些大老板，都是佛的大弟子们，他们这些人来听，听我难说，给我难作证。初第一次集集500阿罗汉，500人来听阿难佛讲，500人当中有一个人提出意见，说阿难这一句话好像佛不是这样说的，那就要删掉，就要删改。不是啊，多数赞成就通过了，不是的。500个人全体通过，这个才可以记录下来，成为经典，传至于后世。一个人反对都不可以，这是取信于后世啊！后世人得到经典呢，其尊重之心。阿难佛讲，如佛所说，没有两样。所以这个经典一开端，如是我闻。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意义，诸位可以参考古大德的注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本宗来说，如是的利益。如就是真如本性，世尊一生所说，就是说明自信的体相作用，这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佛说，佛就说的这个，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如字，所谓性如其相，相如其性，性相不二了。性是从理上讲的，相是从事上讲的。理如其事，事如其理，理事不二。佛给我们说明这个大道理啊，给我们说明呢这个事实真相。所以经文一开端就用如是，真的是把总纲领啊提出来。如果有人问，你们佛教经典那么多，释迦牟尼佛到底说了些什么，你就跟他说如是而已呀。所以你要问如是这两个字，要详细的解说，这一部大藏经就是讲这两个字，确确实实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超越如是以外呀。所以这两个字的意思无尽的深广。就本宗来说，古德也有这么个说法，如是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说法也说得非常好啊，完全是按观无量寿经所说明净宗依据的原理，确确实实净宗的基本的原理就是这两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么换一句话说，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哪一个人没有心呢？
你既然有心嘛，所以佛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嘛。这个话我们才恍然大悟啊！啊，为什么说本来成佛呢？是心是佛嘛？宗门的话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明心是，明心是真心呐、啊，真心就是本性，明心就见性了，见性，心性就是佛，心就是佛，性就是佛。为什么这个心跟性都是佛？何必说两个字呢？两个字当然有两个说法。通常讲性是心的本体，心是心的作用。换一句话说，我们心有体有用，从体上呢就叫它做性，从作用上呢就叫它做心。所以有的时候体用啊，用一个字说，说心也可以，说性也可以，两个字合在一起呢，一个是讲体，一个是讲用。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的。那么，既然我们本来是佛，那现在不是佛啊？为什么不是佛呢？我们把心性啊迷失掉，这个经常讲失掉了，是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决定不可能呢真的失掉。纵然你变恶鬼、变畜生、堕阿鼻地狱，你的心性还没有失掉，还在呀。迷了啊，自己有真心有本性呢，而不能觉知，不能够觉察，是这么一回事情。迷了以后啊，我们就不叫做心，也不叫做性了，那叫做什么呢？在佛法里面叫做识，叫做情，情识，情识就是心性，心性迷了，换一个名词叫它做情识，觉悟了叫它做心性。这个心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它？佛告诉我们，心性之体是空寂的，它不是一个物质，但是啊，它确确实实存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是宇宙人生的根源呐！宇宙人生从哪里来的？心性变出来的。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十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这是我们真心所现出来的。现出来这个境界为什么这么复杂，有这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是识变的。你看识，就迷了才有这么多变化了。十法界里面，从上面说，佛、菩萨、圆觉声闻、
下面是六道，越往下呢迷得越深，越往上面呢迷得越浅，都是迷失了心性啊。如果不迷呀，不迷他就是佛了，他就不是凡夫了。设法界里面也叫凡夫，佛经里面称为外凡，六道里的是内啊，六道里面凡夫啊，通常称凡夫啊，也不加内，但是六道以外十法界这四圣法界我们称为外凡啊，还是凡夫啊，没见性，没恢复本性啊。所以是心是佛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敬重成佛修行这一生成佛的理论依据就在此地，因为我们本来是佛。那么现在我们迷了，如何破迷开悟，恢复我们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佛吗？所以敬宗的这个修学方法妙绝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以这一个法门最究竟、最圆满、最奇特、最直接、最稳当，也最有快速了。这个方法是什么？是心作佛。怎么做呢？念佛就是作佛嘛。正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教给我们忆佛念佛。口里面念佛，心里面想佛，你就是在作佛啊。想佛怎么个想法呢？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庄严，想佛的功德，想佛在因地当中的修行，想佛在果地上的成就，想佛度化一切众生，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常常想这个好啊，这个你的心呢就是作佛了。因此无量寿经不能不说，我教给诸位的方法，一开端我们就把这个经用一年的时间念三千遍，如果一年的时间不够，两年三年那足够，三年的时间足够了，念三千遍，念熟啊，念熟了之后啊，你就能够做到啊忆佛，你心里你才真正能做佛啊。一天到晚24小时不要想别的，完全想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怎么个想法呢？经典里面所说的，常常记在心里，常常想经里面的境界，你就是在真修行的，你就把这一部经啊，离世性相因果一正种种功德全部落实在你生活当中了，你都做到了，那你怎么不做佛呢？这就是事啊，完全与如相应，也就是完全与事心作佛这个原理相应。
你看这个法门多么殊胜。念佛成佛是有理论依据的，不是随便说的。这样殊胜的法门，我南尊者亲自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如是两个字，我们要这样学习，要把全经的道理、方法、境界都落实在我们的心想之中，这个是千经万论的，信解行证的总纲领、总原则，所以经文一开端就提示出来。下面这个一时是讲时间，没有写上年月日，写一时，一时有味道啊。你要能够进入一时啊，给诸位说，过去、现在、未来，你通通都明了了。那我们一般俗人说神通广大了，知道过去未来啊。他为什么知道过去未来啊？他生活在一时里头。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过去未来呢？我们生活在三时里面，你说糟糕不糟糕？这个三时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好了，过去事情忘掉了，未来事情一无所知，现在也糊里糊涂，也搞不清楚。那么我们想学佛怎么办呢？学佛要过一时。那一时怎么过法呢？我们要懂得，要明了，虽然做不到啊，理跟事实真相啊，不能不晓得，要晓得。一，就是如如不动啊。佛法里面所讲的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一了，二就不一了。一是真的，二是假的。你看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那是真的，二呢就变成十法界了。一是觉啊，一就是如啊，二就不如了，二就迷了，三心二意，三心二意是佛家语啊。什么叫三心呢？你看把一变成三，一心啊变成三心，一心是真心，是真如。三心是说心意识，阿赖耶识心，摩那是意，前面六个成实，本来是一心的，现在变成了八识，八识也叫做三心。为什么有二意呢？二意的作用最大，八识里头这叫八个心呢，八识里头二意作用最大，二意一根就是莫那，莫那是执着，坚固的执着。第六是意识，意识是分别，
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这个东西在作祟啊，这是迷了啊。怎样才能够恢复到一呢？你看禅宗，禅宗明心见性呢，那就看到一了。宗门里面常说是得一万事毕，你哪一天呢入了一的境界，什么事都没有了，六道的事情没有了，十法界的事情也没有了。只要你能够啊证得一，你就到一真法界了。到一真法界里面，给诸位说，这个时间就是一时了。我们现在的时间也是一时。你看近代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就说过，他的著作里头有啊，爱因斯坦说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他这个说法了不起啊，他怎么会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我们不晓得他是从什么地方发现，当然他没有见到，可能是他从理论上推测出来的，这个科学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是数学，所以数学为科学之母啊，高深的数理上推论出来的时候，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呀，所以东西方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都有一些预言，推测未来。预言怎么产生的呢？预言是推理，多半从数学上推理，推理未必完全正确，但是如果你人能够入定，真正得到定，定啊，在定禅定境界里面突破了时空，也就是超越了过去、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统统见到，证明了爱因斯坦所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未来的事情你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样说出来一点差错都没有了这是最正确的预言。所以一时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深，一时才是真的，给你讲出年月日是假的，那是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法给你讲真话了。经典虽然佛是以二谛而说，这个二谛就是真谛，真谛就是佛所亲证的境界，这是真的。随众生之见而说的，这叫俗谛。一部经里面这两种意思通通都有，大概在小乘经俗谛讲得多，真谛讲得少；大乘经里面真谛讲得多，俗谛讲得少。就越是往后面，佛就完全讲真实语了。所以这个一时是真实语，真谛以佛境界而说，我们决定不能怀疑。佛是这一次讲经说法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这是当年讲经的处所。经典上也都有记载，给我们证明这个法会的殊胜。有时间有地点，还有听众，与大比丘众万
2000人聚，这个法会呀、非常庄严啊，有这么多的听众啊，诸位要晓得，你看，通常我们读经，在经典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佛法会的听众啊，多半是说与大比丘1250人。那么这一会呢，比平常听众啊增加了10倍呀、12000人呐、再加上后面给我们说的，有比丘尼，有在家的男居士、女居士，总共合起来20000人。这样殊胜庄严的法会，证明这个法会不可思议。我们在法华会上看到《法华经》一开端呢，也是12000人。那么这个暗中的意思，这是古德说的，经里面含的密意，本经跟法华一样啊，跟法华等齐啊，说明它是不可思议的一乘圆教。我们从这些地方要认识这个这部经典，这些理论方法它的价值，不是普通的经典无比的殊胜。下面经文就是坦德赞叹与会大众，不是普通人，这一切大圣神通一大，这是讲这个听众当中不是普通人，这一句专门赞叹了与会大比丘这12000人，这12000人是大圣，不是小圣啊。大圣跟小圣的说法，小圣是指小乘阿罗汉，四果罗汉这小乘的圣人，大乘的圣人，那个地位就高了。你看我们一般讲常说的三贤十圣，那什么时候才能成圣呢？菩萨的果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叫三贤位，初地以上啊才叫圣人。十圣就是十地菩萨，从初地到十地，这称为圣人了。圣人当中加个大圣，那又不是普通的圣人。大圣是指谁？化云地的菩萨与等觉菩萨，这两个位置可以称大圣。那么由此可知，与会的这12000人不是普通人呐，至少都是法云地的菩萨、等觉菩萨了，道家慈航来拥护释迦牟尼佛的，所谓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像唱戏，释迦牟尼佛唱主角，我们来替你唱配角。配角这些人不是普通人呐，有些资格比主角还要老，甚至于主角的老师，替他唱跑龙套，替他唱配角，这我们在舞台上常常看到的，这个世间是个大舞台啊，释迦牟尼佛来唱这一场主角，所以。许许多多的古佛
等觉菩萨再来，协助释迦牟尼佛把这一场戏表演好啊，唱好啊，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佛，这是诸佛的本愿呐！啊，我们前面在经题里就给诸位提到啊，现在佛与这些大圣看到娑婆世界有一类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世人无比的高兴了。这些大圣来唱配角的也是无比的欢喜高兴，接引根熟的众生一生当中平等成佛，所以这些人不是普通人。你看他没有此地，没有把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啊、清心寺清心女，没有把这些人列在此地，为什么呢？那些人是凡夫，不是大圣。这些大比丘万二千人，这些人是大圣。那么世尊这一会自然就无比殊胜庄严了。那么照例经文开端必须列几位代表的人物，古德呢称他们做上首，列几个名字。本经从汉朝一直到宋朝，总共有12次的翻译。列名多寡不同，有的本子列名呢，列有30多个人，也有的本子少了，有10几20个人。这些人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列在此地？给诸位说，这是表法的。世尊讲经说法，哪一会他们通通都参加了？为什么在这一会借机这一部经列这些人，借机另外一部经又列另外一批人？要懂得它意义之所在。他们这些人从名号，他们的德行足能够代表这一部经的意义。看了这些人呢，就知道这部经的内容，知道这次发会重心之所在，他这个列名就有意义了。所以名不是随便列的，就像我们这个现在一般社会开会一样，看看参加会议的是哪些人，你就晓得这个会议是什么性质，他们谈些哪些问题。佛法这个法会上首的列名也是这个意思。下联句老居士汇集这部经典，他在上首里面
省略了很多人，只是把最重要的列出来。这几个人呢，也足以将全经的意趣通通都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慧济人受法高明之处，让我们后续省了许许多多的时间精神，我们得到无量寿经的精华了。这个十二种译本在这么多年来有七种失传，现在大藏经里面还有五种原译本。夏老这个汇集可以说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你读这一本等于五种本子通通都读到。文字义理完完整整，丝毫没有欠缺。所以当年在世夏老在世的时候，慧明法师赞叹，慈州法师赞叹，梅光系老居士更是没话说。序文里面、跋文里面，我们都看到，汇集的太好了，汇集的太圆满，比过去三种这个会教本殊胜太多了。那么这是简单给诸位介绍，现在我们看这个他的代表几位代表的。德号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你看这是大阿罗汉，只给我们列了五个人，真是简单明了。第一位呀，乔成儒尊者，我们在许许多多经典里面，上首代表很少看到有他，而是舍利弗、目犍连常见，常听，我们很熟悉，乔成儒倒很陌生了。很少听到他的名字说再说哪一会也没少掉他，为什么不提他？他在佛的弟子当中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第一个证果，第一个开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示现成道，成佛之后到鹿野园度这五个人，就是五比丘，这是第一次讲经说法，听众只有五个人呐。你们现在来学讲经，听众有五个人就很满足了，我跟释迦牟尼佛没两样啊。释迦牟尼佛最初讲经五个听众啊，我现在初学讲经啊，还不止五个了，比释迦牟尼佛殊胜多了。这都五比丘，这五比丘里面第一个开悟的、第一个证果的乔成儒。乔成儒有许多故事，我在此地不讲。我们在此地要相信，他代表什么？代表这一个经是第一开悟的经。这一个法门是第一正果的法门，它代表这个意思。
于本经后面，非是小乘。在我们这个经在哪一面呢？好像是在94面。诸位翻开94面，对，94面。流通分的第一段，劝信流通。你看科判第二段丁二第一弟子，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先无下列，亦不功高，成就善根，习戒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行了，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你看前后相呼应的，乔成儒是第一个开悟，第一个证果啊。用它摆在第一了，就是说明这一部经是令一切众生第一平等成佛的法门。你要说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哪一个经第一了？那这不是说清清楚楚，这第一经啊，千经万论的，我们今天能选上第一经啊，这要没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你怎么会碰到？我们今天遇到是一切经中的第一经，乔成儒代表第一。那么他摆在第一呢，这个下面全都是第一了。从这个以下一直到这一部经的圆满，字字句句都第一，没有第二的。我们在一般经里面看到舍利弗代表智慧，目犍连代表神通，乔成儒摆在前面呢，那舍利弗的表法意思就提升了，提升舍利弗在此地代表智慧第一，目犍连在此地代表神通第一，神通就是我们今天讲能力。通是通达的意思，没有一样不通达了，毫无障碍呀！神神奇，超越我们的常识，超越我们的想象，他有这样殊胜的能力，能力第一。一切经当中都有这两位尊者，那就是说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是智慧的能，从真实智慧真实的德能里面流露出来的，在此地我们要把它加上第一，智慧是第一，这个神通能力是第一，绝不是其他经里面能够相比。为什么呢？任何经典不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唯独这部经这个法门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诸位要记住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建立信心呢，学这一段经文就是建立我们无比坚定的信心，相信自己是心是佛，相信自己是心作佛，决定成佛。我们在这段经文要紧的是学这个，下面也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决定不动摇。阿难尊者，这个迦叶尊者，这是代表禅宗，禅宗的初祖
南尊者代表教下，宗门跟教下合起来就是整个的佛法，一样都不漏了。禅宗以外通通叫做教下了。这两位代表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宗门教下最后通通回归净土。你说净土多么殊胜啊！那么宗门是不是真的归净土呢？真的归了。最明显的例子，马祖、百丈这两位大师建丛林、立清规，提倡共修啊。你看百丈大师清规所定的这个禅门日诵，他禅宗的课宗本呐，晚课都念阿弥陀佛啊，晚课都诵弥陀经呐，岂不是回归净土吗？并没有轻视净土啊！显示出千经万论，殊途同归，归到哪里？归到无量寿啊！归到这部经，归到西方极乐世界。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选择净宗法门，专修专好，决定不会再被其他法门动摇了我们的意愿。这个意思在此地。再看法会里面还有菩萨众，菩萨众里面给我们列了三位菩萨，第一位普贤菩萨，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即贤界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这个意思好啊。普贤菩萨代表什么呢？代表净弥波尔。我们晓得佛法里面十个宗派里头有密宗，密宗在近代红传很广。密宗的祖师是谁呢？普贤菩萨。密宗的沉船是龙树菩萨，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600年，龙树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他是初地菩萨，他在南天开铁塔，铁塔打开之后见到金刚萨埵，也叫金刚手菩萨，把这个密法传给他，他以后就传下来。金刚手菩萨，也就是金刚萨埵，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所以普贤菩萨在密宗里面就称为金刚萨埵。他在此地代表，密宗到最后也归净土啊。这个意思在本经里面显示特别清晰，为什么呢？第二品里面德尊普贤，华严经里面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密宗哪有不归净土的道理？这个意思要懂啊。
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是禅净班儿，禅宗，大摩祖师传来的，不是六度里头的禅定啊，是六度里面的般若波罗蜜。啊，你看六祖坛经，六祖一开口就教大家，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诸位要晓得，禅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的。啊，文殊师利菩萨代表啊。这是宗门里面的本尊呐，普贤是密宗里面的本尊，通通都归净土。那我们修净土啊，人心就定了，啊，看到禅，看到密，很好，我是密中之密，禅中之禅，不会被他所动摇啊。你的信心、愿心才坚定啊！菩萨在此地列名，你要懂得这个深深的意趣啊！啊，这个地方真正帮助我们建立无比的信心、无比的愿心。下面一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此地。代表的是当来乘船，我们这一代释迦牟尼佛这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12000年了，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相法末法了，这个大时代12000年12000年之后，其他诸佛那弘扬什么法门呢？是不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也弘扬这个法门呢？没错，弥勒菩萨就是继承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弥勒是第五尊呐。所以是当来乘船，也乘船这个法门。为什么呢？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第一法门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专它的对象，它戒引的对象就是世间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佛，这就是无量寿经的对象啊。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接触到这个法门了，万一不能往生，那又怎么个说法呢？不能往生不是经有过失啊，是我们自己没有依教奉行。你要好好的记住，果然能够依教奉行，你就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做佛了，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遇到根熟众生呢，都要讲这个法门，都应当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由此可知，这个法门，这个法会之殊胜，确确实实空前绝后啊！幕后这一段，即衔接中一切菩萨，这一切菩萨
专职贤接切佛啊，那这个时代就更大了啊，在这一大劫当中啊，佛家讲的这个大劫，这是讲时间最大的单位啊，这个大劫，大劫里面有一千尊佛在娑婆世界出世啊，娑婆世界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千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大千世界里面一颗小星球啊，在从前一般人都以为佛家所讲的大千世界大概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所发现的银河系啊，这是就是佛家讲的一个大千世界。可是黄念祖老居士他的看法不一样啊，他在《无量寿经注解》幕后有一篇文章，这是他最后寄给我的啊，我在台湾，他从北京寄来的啊，告诉我希望我把这篇东西附在这个注解的后面啊，因为他讲经的时候把这一段漏掉了啊。他是一个科学家啊，他在大学里面教无线电学啊，在这个天津大学啊，他是这个天津大学这个科学的教授。那么根据他的看法，现在我们所讲的银河系实际上只是佛法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啊，也就是说这一个单位世界佛在经上讲的是以太阳系为中心啊，不是以太阳系为中心，是以须弥山为中心，太阳也是围绕须弥山转的啊。那么须弥山到底是什么呢？自古以来就没有人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黄老居士说这个须弥山呢应该是天文里面所发现的黑洞，他讲的也有道理啊。黑洞那就是我们今天讲是宇宙的中心啊，银河系的中心啊，太阳确确实实是围绕这个来转的。假如他这个说法能成立的话，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个银河系啊，10万亿个银河系啊，才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大千世界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域，诸位要清楚要明了，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灭度？没有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啊视线灭度了，可能在别的星球他又在那里视线了啊，没有灭度啊。那佛是哪个地方缘成熟了就在哪个地方现身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千处祈求千处应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类化身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佛没有一定的身相，哪里有缘哪里就现身啊，哪个地方缘没有了那身也就没有了，所以没有生死啊，随类示现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衔接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有1000尊佛在娑婆世界，就是这个大千世界啊。我们要以黄老居士所说的10万亿个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只对来示现成佛1000尊佛。释迦牟尼佛第四尊，弥勒佛是第5尊，往后还有9995尊佛，他们现在是菩萨的地位啊，在这个衔接里面，将来露宿啊，通通要成佛的，这些人都来集会，这个意思。明显地告诉我们呐，千佛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经呐，没有一尊佛不宣扬这个法门呐，没有一尊佛不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觉悟啊，要真正把握到。我们现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元老老资格。因为经上讲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啊，不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才10劫，在无际的时空里面来讲很短暂。我们今天到极乐世界是很早到达，那个千佛以后去的那都是我们的后辈了啊，所以你现在往生啊，将来都是那些人的老学长啊，要快一点去啊，不要再搞轮回啊，这一轮回一堕落以后，那现在去的人那都成佛，都成大菩萨了，我们就落后太多了。我想这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事情，真的不愿意见到，那就要认真努力精进的学习。那么由此可知真的是设方一切诸佛如来，不仅仅是衔接千佛，无一不以此经为第一，无一不以念佛法门为第一。这是我们在第一品里面应当要学习的。我们再继续看第二品。第二品是第一品的连续。为什么夏老居士不把这2品合成一品呢？实在说，最初的汇集本，这个2品的确是合在一品里面。我们看慈州老法师的扩盘就看到了夏老最初汇集出来的，慈州法师给他做了个扩盘，而且慈州法师将这个汇集本呢第一次讲过一遍在济南。那个时候本经一共分成37品，不是现在的48品，在我们想象当中呢，大概夏老是按37道品分的，他分成37品。后来不断的在订正，在修改，修改了10次才成为定本，把这个全经分成48品，48品我们想象当中
一定是依据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用四十八了来分。于是把这个第一品呢就分成两品。那么两品为什么不把在家菩萨分在第一品？在我们看到应当是合理的，因为它都是表法的，为什么它要在这个地方分段？一定有它的用意。没错，确实是有很深的意思。意思在哪里？特别把在家人这一段呢另外分成一分呢，就是提醒我们这个法门。这部经主要就是度在家同修，不要以为修行当僧成佛了大概只有出家人才有份，我们在家人业障深重没份啊。他在这里分呢就是这个意思，叫你不要怀疑，在家人可以在一生当中平等成佛。与本经的教义，与阿弥陀佛的本愿确确实实相应的，这是夏老居士独具的慧眼。让我们在一看到这个段落了就警觉到了，就体会到这个意思了。此经确实以在家人为主，为什么呢？在家菩萨有十六位之多，而且这十六位在家居士是什么身份呢？通通是等觉菩萨现的在家身呐。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师至没有两样啊。在我们佛门，佛示现的大多数是出家的形象，菩萨所示现的多半是在家的形象。你看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四大菩萨，这是大乘法里面的支柱啊。大乘法里面的中心啊，四位菩萨只有地藏菩萨示现的是在家相，唐朝时候高丽的王子出家来到中国九华山，以后我们知道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所以地藏菩萨的塑像就塑成出家像。你看南海观音菩萨在家像啊，五台的文殊菩萨也是在家像啊，四川峨眉普贤菩萨也是在家像，你弥勒菩萨，你们如果要是到北京融合宫去看看，弥勒菩萨也是在家像啊。但是在中国习惯塑这个弥勒菩萨的是塑布袋和尚出家像，布袋和尚出现在宋朝，南宋的高宗时代，跟岳飞同时代。
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的，说完他就走了，就圆寂了。这是佛门里面也有这么一个规矩，佛菩萨化身来绝不暴露身份，身份一暴露啊，决定就走了。如果身份暴露啊，还没走，那就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听说，哦，哪一个法师是什么佛再来的，哪一个居士是什么菩萨再来的，说了又不走，这个不可靠。说了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说了不走，假的，绝对不是真的。那么这个十六位菩萨实际上与会的菩萨人数超过12000人呐，来的菩萨太多太多了啊，此界他方啊，此界是娑婆世界，不在我们地球啊，其他星球的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啊，他方世界不是娑婆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都来参加，菩萨众教太多太多了。特别提出16位，十六是表法的，十六代表圆满。我们佛法有显迷这个两个系统啊，显教里面的表法，弥陀经里面用其，其代表圆满，不是数字，其是指什么呢？东南西北的四，上下的六，中间中，这就是其，它表圆满，不是数字。华严经里面用十代表圆满，也不是数字，十是代表圆满。那么在密宗里面常用16，16是密宗里头代表的圆满，所以它也不是个数字。处处显示佛法的大圆满。那么这16位，他的名号也是表法，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学习。不能够错过啊！这16位等觉在家菩萨，第一位呀，贤护尊者，此地称为正思，正思是菩萨别称。菩萨通常呢称大士，你看我们称观音大士，普贤大士称大士，也称正思。正是正觉，正等正觉，是这个意思。也称开示，开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称它叫开示。开示、正示、大示，都是菩萨的尊称。这个地方，诸位同学要记住。不可以称大师，老师这个师啊，称大师不可以的。大师是对什么人称呢？对佛称。等觉菩萨只能称大师，不可以称大师。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出家人都称大师，这个称呼不好。古人讲僭越，
你成佛了吗？你不成佛，不可以成大师啊。佛是天人道师啊，你自称大师，太过分了。观音菩萨都不敢称大师啊。啊，文殊普贤看到大师，要顶礼三拜，又绕三匝。你有那么大的福报，你能消受得了吗？这是普通的常识，我们要懂。啊，我们尊称人，是对他尊敬，但是过了头就变成不尊敬了。啊，譬如我们尊称人，见到人称你，称你先生，啊，这很尊敬啊。如果见到人称你，总统先生，那岂不是骂你吗？是不是？你不是总统吗？是不是？我见到你，总统先生你好，过了头了。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啊！你见到出家人是称大师的时候，过了头了，就等于我们称的总统先生一样了。名分不相符啊，常识我们要懂啊。那么现在人无知啊，连这点佛学常识都没有，以为称大师是尊敬啊，哪里晓得这个真正的意思？这不应该的啊。你看印光，我们称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圆寂之后了，他不在世了啊，我们这样尊称他可以。他在世的时候，你看看当年在世的时候，啊，印光法师，他流传这个印光法师文钞，不是大师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啊，哎，我们才印光大师文钞啊。你看看早年的最初出来的印光法师文钞。印祖自己没有称过大师啊，人家在他面前也决定不敢称他大师啊，他要骂人的啊。所以在我们佛门里面一些习惯的称呼啊，在过去历代啊，过宗的称祖师啊，这是某一个宗派的祖师啊，称法师，翻译经典的三藏法师，没有称大师的，三藏法师啊，通达这个经教的经师啊，法师啊，通达律藏的称律师啊，通达论藏的称论师啊。这些都是常见的，哪里听说有大师的？谁也不敢用这个称号啊！在过去，做皇帝的老师称过师啊。我们现在读华严啊，清凉大师是皇帝的老师，称过师啊，也不敢称大师啊。但是诸位要晓得，唯独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大师啊，这个是历代公认的啊。其他各宗派的祖师都不能称大师啊，唯独净土宗啊。为什么呢？净土宗是教人一生平等成佛，一切诸佛用这个法门，你今天也用这个方法劝人念佛，也是平等成佛，跟佛没有两样。所以只有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大师贤护。这是这十六位尊者啊，十六位正师啊，在家等觉菩萨，他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下面所讲的十五位，这
在家等觉菩萨，都是他方世界来的。这个很有味道啊！贤护是主人呐、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主人呐、啊，东道主啊，其他的是客人呐、啊。示现的佛说这个法门，震动了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你讲其他的经没有这个力量，唯独讲这个经，震动尽虚空变法界。所以十方世界的菩萨自自然然就到这个地方来，拥护道场，庄严道场。道场来的菩萨是无量无边啊！贤护菩萨做东道主啊，其实东道主不止贤护一个人呢、啊，娑婆世界菩萨也很多啊。为什么用他呢？用他这个名号来表法。在家，第一个使命是护法。出家菩萨第一个使命是弘法，弘法当然也要护法，弘护这两种任务，出家是以弘法为主，护法为辅助，在家菩萨是护法为主，弘法为辅助，弘护都要兼顾啊。兼顾里面呢有宾主之分，四众同修啊，要密切合作，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利益众生呐。要四众密切合作，不能分家。你看，今天佛法里头不团结，我们的人力、财力，通通都分散掉了。对自己有莫大的损失，对一切众生更不必说。如果真正有心要把佛扬红遍全世界把佛法能够普度世界一切有情众生，能不能做到？能做到。用什么方法做到？团结就能做到。我们的人力集中，财力集中，力量集中之后啊，就能做到啊。所以今天大家都分散了，把力量上分这个分化掉了，非常非常的可惜。做什么事情都受很大的限制。人手不够，财力不够，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佛在此地用贤护菩萨把它放在第一位，就是提醒我们这桩事情。贤是讲德，有智慧有德能啊，护持护法，护持正法，护法的功德跟弘法是同等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护法的工作超过弘法。你们诸位细细想想，你就了解了。弘法的人才不是没有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要想发心，
弘扬佛法都不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你有没有一个得力的护法，有一个就能做出一番事业。如果有很多护法，那你的弘法事业绝不在诸佛这些大菩萨视线的那个所作所为，不在他之下。所以护法的这功德不可思议啊！我在这一生当中亲身经历的，我也在此地讲过几遍了。我年轻的时候在李炳老麾下学经教，也学讲经，学成之后如果没有遇到这已经往生，去年往生的韩馆长，你们这同学当中还有人见过他？他到此地来过很多次，没有他的护持，我们也就一点能力都没有。那个就是要没有这个护法的人呢，那最后就两条路走了，一个去赶金灿了，那不甘心赶金灿就还俗啊，就这两条路啊，无路可走啊。遇到这么一个护法，他发大心了，想方设法，没有道场租地方借地方，让我每一个星期讲经30年不中断的，那他的功劳啊，每一个星期至少讲5天，多的时候7天都讲啊。所以我这个30年讲台没有中断过。不是说我讲经讲得好，别人不如我，没有这个道理。比我好的人多得太多了，没有人护持。换一句话说，他没有机会在讲台上练习，他的才干淹没而不彰啊！你说多可惜！我们在国际上弘法都是缘分。我在台北讲经，有几位香港的居士，一位法师。有2位居士在台湾遇到了，听我讲经。那时候我记得在善导寺讲普贤行愿品，一共讲了8天。他们听了之后非常欢喜，邀请我到香港，我跟香港就建了法缘了。香港有个雷太太听经听得很欢喜，年年邀请我。所以在那个是1977年，大概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1977年、87年，对，差不多是10几年的时间。每一年我都会到香港去1-2次，最长的在香港住4个月，最短的都不少过1个月，年年去讲啊。雷太太往生之后啊，再没有人请了，这个缘就断掉了。一个人呐，没有这一个护法的人呢，我们想弘法没机会。
没人请你，你才晓得护法的功德有多大。没有护法，那一方人就没有闻法的机缘。有这么一个护法，请一位法师来讲经，这一个地方人得到佛法的利益，谁的功德呢？护法的功德。所以我常说了，护法的功德超过这个讲经法师弘法的功德多多。1987年，我在香港讲经，新加坡三个居士听了之后也很欢喜，听完之后一定要把我拉到新加坡来。我说好吧，新加坡没去过，就跟你们来玩玩吧。那就头一次到新加坡来，来的时候住了10天，我记得来的时候我住在双林寺。那么说在居士林讲过一场，双林寺好像讲过3场，在那个弘法团青年弘法团讲过2场，那时候弘法团是老道场，不是以后建的新地方，地方很小，好几个地方讲了好几场，跟这边同学们结缘，认识李牧原居士。这李居士呢，年年找我。到第2年吧，是他就做了弘法团的团长，新团团职建好了，请我就给他讲《无量寿经》。以后他到居士林来做司礼，我们就又到居士林，年年都来讲啊。他一个人呐，没有他，诸位想想，谁请我来讲？没人呐。你才晓得全世界任何地方讲经的这个佛法能够发扬光大的，得力于1、2个护法，他们做了真实的功德了，等于说是他们在这里办学校啊，当校长啊，开店当老板啊，我们是伙计啊，被他请来的，帮他干事情的。所以这个护法是老板，护法是主人呐，这一方的教化主啊，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在古时候，这个护法的工作谁做呢？寺院里面的住持。住持是一方的教主啊，寺院就是学校啊，住持是校长啊，校长可以不讲经的，可以不说法的。邀请讲经法师的到这来讲经，就好像当校长，校长可以不上课的，办行政的，他可以聘请好的教师帮助他教化学生，所以住持是弘护那个责任。护法的责任超过弘法的责任，他底下做弘法，他最重要是做护法，没有他的护持，佛法就不能常住在世间。所以我们今天在贤护菩萨名号里面，我们懂得护法功德不可思议，要学护法，全心全力，特别是年轻的法师，要没有大力的护持，他怎么能够长成？怎么能够成为一代弘扬佛法杰出的法师？法师讲经最重要的，讲台上的锻炼
要帮助他天天上讲台啊，这就是督促他。我们大家这么多人喜欢听经，喜欢听你讲经，那你只好天天讲。你要天天讲，天天都不能睡觉啊，好好去准备啊，逼着你成就啊。如果我们大家不勤的讲经，他学得再好，三个月之后忘干净了，六个月以后啊，他就不能再上台了。你才晓得这个护法的重要啊！护法成就法师，护法能令正法久住啊！所以诸位出家的法师，将来有机会做了住持，你就要明了，住持要做贤护的工作啊，要知道礼请法师啊，请什么样的法师呢？与我们修学本宗相应的这个法师啊，对于我们同修大众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如果这个法师所修所学的跟我们不同的法门啊，所依据的不同的经论，这个我们就不能请。这个并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啊。古人常讲，临动清江水，不动到人心啊。这个地方已经选择念佛法门，专修专考，他们有一定的成就。如果我在这里讲禅讲密，就扰乱你们的清净心，扰乱你们的功夫，破坏你们的修行，这个就是有过失，不但没有功德，有过失，决定不可以。但是对法师恭敬供养，决定是相同的。这一层，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当中，我观察他老人家在台中弘护净宗，外地法师经过台中，李炳南的礼数礼貌非常周到啊，到车站迎接欢迎欢送啊，他一定亲自率领大家啊，借刀到场啊，向法师礼拜供养啊，也有的时候举行宴会啊，请法师吃饭，但是从来不请法师讲开示。那我观察很久，我就觉得奇怪，哎，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请他讲开示呢？讲经当然不可能啊，因为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应该给大家讲讲开示。他笑笑，告诉你不懂啊，是我不懂啊，说明这个道理。这个法师参禅的，这个法师是言教的。他的理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里好不容易带大家相信了净土法门，这老师念佛求生西方啊，他在一说参禅好，一说学密好，寄身成佛好，我们这些人心马上就动了，马上就被他牵跑掉了啊。特别是谚语说得好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天天在一起是不稀奇呀，外来的好稀奇呀。天天在这里叫你，叫了你十年，外来的人几个重点就把你拉跑掉了。为什么原因？我们自己没有定，没有慧，没有能力辨别。一听说，哎呀，那个不错，真好啊，心马上就动了。结果是我们自己吃亏啊。所以李老师要护法，保护这个道场大众正知正见，保护大众的清净心啊。所以决定不能请人呢，来讲开示。哪些人可以讲开示呢？这个法师修净土的，老实念佛的，念得很好的，这样的法师到台中来，他一定要请他讲开示。如果不是跟我们学同一个法门，同样依靠净土三经的，绝对不行。这个里头不是有分别心，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啊，那是个行家，真正有智慧呀，护持大众的正法。贤护啊，他真做到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主持一个道场，那是这一个道场众生的眼目啊。你带头啊，你是领路的，后面这些人跟你走啊。你走错了，这些人通通都走错了。你要负责任，所以你的道路一定要纯正，决定不能差错，还要防护旁人来打闲岔。我们这个道场真正有信心有愿力的也不少啊，可是这个信念坚不坚固呢？不见得啊。也许遇到几个人啊，给你甜言蜜语一番呢，你就心动摇了，你就跟他去了。我今天跟李牧原居士谈到这个事情，李牧原举了个比喻，他说那些人是来钓鱼的，还把我们的鱼都钓跑掉了。这个比喻很有味道。我们这个道场像这个一个鱼塘一样，我们的同修都像小鱼啊。哦，那个来钓鱼的人呢，这个护法的人要防范的，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给同学们，你们要有一个理念啊，我们净土不但在一起共修啊，同心同德共修这个法门，我们希望将来同生净土，莲池还会大家还在一起。我们的信心愿心决定不能动摇，我们的人力财力一切力量都要集中到居士林。居士林有历史60多年的老道场，李牧原居士在今天讲是大家公认的，这不是我赞叹他，菩萨再来不是普通人呐，没有一丝毫私心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了，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为佛法为众生，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样一个善知识，我走了许许多多国家地区，也看了许许多多道场，没见到过。所以他来找我，我不能不来。那这像这个生意买卖，这个好老板啊，
有道义呀，不来对不起他了。他如果是有私心，如果是有目的有企图，我决定不来。纯粹为佛法，为众生，为安定社会，为祈求世界和平，这样伟大纯净的心愿，我们要不尽一点绵薄力量去帮助他，我们对不起他了，也对不起这个道场，对不起社会大众。所以他是个领导人，特别是最近三年来办这个培训班，这是他找我的，他发这个愿，我就非来不可，把其他的地方道场弘法的工作全部放下来，一切都停顿，全心全力在这个地方帮助年轻的法师，这是我应当尽的义务，但是都要有这个校长才行啊，有这个老板才行啊，我们是来当伙计来当教员的。我年岁大了，佛法一定要后继有人，佛法才有前途，众生才有福报。我这么大年岁要交棒，弘法利生的工作要交给年轻的法师，他们能够接棒呢，我就可以退休了。我到哪里去退休呢？当然你不晓得，到极乐世界去退休啊。这个地方事情做完了，就所做一半的，不受后有啊。所以今天我们晚年唯一的一桩事情，就是教学，写书，帮助后学，这是我们这个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任务，贤护这两个字才能做得圆满，真正落实。贤护菩萨名号的含义很深很广，我略说了这一点，下一个星期六啊再说，还没说完。为什么呢？它很重要，我们要学习怎么学贤护，从他这个名号里头怎么样学贤护，把贤护落在自己肩膀上，那我们自己就是贤护真身。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